现在开始了云南站，我在楼下等郁可唯，等了已经十分钟了。这个美妆达人们竟然全部都凑在了一起在聊悄悄话。唐月老师，你们在聊什么商业机密？我们想怎么跟那个嘉哥学学化妆。真的假的啊你？真的假的？因为看你视频看太多了。今天就想准备那个跟本人再看看。我觉得你们在聊一些你们输出哎，互相在交流。没有，我们都在聊怎么变得像嘉哥这么美，皮肤那么白皙。对，100分满分，你是180分。你们两个真的没有开玩笑。美妆大师对我的评价降。是真的，你化的妆是一般人都化不出来的。比很多很多很多专业的化妆师还专业，真的是这样。是的，没有开玩笑，好看、啊。你就应该跟李斯的化妆师交流一下，每天给李斯也画一个那个绿眼影。对，应该李斯跳脱出他的舒适圈，好吗？对，是不是？雨欣姐那天就跟我说。他的妆就是跳脱舒适，但是他已经不舒适很多年了呀。他是不是不舒适很多年？他之前我们那个什么，他眉毛都剃了呀。他真的把眉毛剃了。他是不是都已经挑战到那个什么了？他都多少年前了，人家现在是与时俱进，我们挑战的每一集都有挑战。你看去年的状态，比如说那种。比如说做美妆啊，你要去叫什么裙子啦、高跟鞋啦。你先找一下吧，我今天正好这次买了一个小皮裙。然后呢，你过去你给他化成美妆，教他化妆，然后带着个小皮裙。嘉哥，我放心的把李斯交给你。那你要放心，我绝对拍。那你要稳稳的放心。我拍两档给你。好。一档是穿搭，一档是美妆。美妆，对吧？每次都要开开心心。嘉哥，美妆交给你了。好的。Cooling off outside when it snows. And when we're in, we've been acting all in love. All these perfect days. Oh, Barbie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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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y are you so cute? Barbie! Barbie! Are you Barbie? Let's go, everybody. Bye. 我给他升级了，有看到吗？没有，我有一个小。我有，有点拔哦，是不是有点拔哦？你干嘛去洗澡吗？怎么说呢？我这一身我觉得很帅。你这套衣服穿去洗澡吗？我们俩今天都灰色系，穿去洗澡啊？你不是也穿洗澡吗？我已经洗完澡回来了。我还行。哇，这个花好好看啊！哇哇哇！这边。这里为什么香香的？好香哦！哇，好好看哦，这里。这里好特别哦！哇，好美，真的没有你美。你今天有点美，是吗？过分了。哎呦，怎么的？帅哥，我没看到你。帅哥，小美女，帅哥，来，请。怎么又是他啊？啊，那对啊。哇，我喜欢这里！哎呀，我的声音都变娘了。哇，我喜欢这里。我觉得我们家女儿国了。啊？这是女儿国。你想太多。你想太多。这不是女儿国，戏好多。哎，你觉得他戏多不？喝水可以还原。今天是不是有点戏多？张雨绮，今天有点戏多。哇，我喜欢这里！哇，真的好可爱啊！这里都舍不得睡了呀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在剪 vlog， 然后我的工作号呢就在你的旁边呢，就写了一个，我的睫毛好长，皮肤不错，什么态度不错，然后我说把这些赞美词全部给我删掉。在我的 vlog 里面不允许赞美李斯丹妮，我觉得你有点过分，我要用口头上赞美你，帅。好帅，好棒，绝
今天发型有点高。三角高，三角高，三个人没有一个人讲对。哇哦！是一个人一间吗？谁要一个人一间 ？No one。No one 一个人一间。还有楼上。谁要一个人一个房间啊？对啊，要不要一个人一个房间？为什么说我头发高没跟我头发粉？谢谢。嗯，这什么？这就我们的糯米香茶，我们当地的几麦山的糯米香茶，太美了。哥俩儿好啊，哥俩儿好，兄弟呀，好香哦，这叫糯米香茶，太美了。你为什么不要跟我睡了？那我们三个人马上看一下。一点味道都没有的花生，哎，我在这坐着简直创作一下，简直相当有灵感，有没有？哇，泡一个茶，我有在这坐着看着天，哇塞，这种感觉，感觉，这种感觉，可以吃吗？可以吃，可以吃。怎么？你看红的好像是黄的。黑的、白的、红的、黄的、紫的、绿的、蓝的、灰的，你哪有红？哪有红的？姐姐，安琪儿，雨中的安琪儿，你怎么回事？大牛，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张雨绮的影子。我在他这个年纪，如果有这个水准，我怎么会在第一期里面出现那种饭局？我喜欢吃辣的，我喜欢吃广味的，我喜欢吃辣的，我也喜欢，我也喜欢吃辣的。你来香肠。哇！哎呀，嗯，哎呦，这个汤好棒，八八八，好棒！哎，你们那个通透有点帅，特别爽。你滚来滚去，他说他想睡。一起滚床单吧。哎，他说他想睡中间。他真的要的有点多，你知道吗？要的太多了。I'm lonely， 好咸哦。Lonely， 比本人的表情还幸福。你们今天开心吗？你们开心吗？开心。喜欢这里吗？喜欢。现在要去看一个表演。在这大晚上的，但是我带玲玲子，但是我们拿着这个伞，一会儿怎么办呢？哎，怎么跟我不一样？会不会是我们一起用？我们现在要去吃饭了，吃饭吃饭。今天天空依旧蓝蓝的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一大早就是你，各种声音，这个上堂除了各种声音。哎，你手机放哪来的？好像要我帮你吗？是不是宇宙的安琪儿今天特别的公主，然后反对帅的，是不是？我很聪明，谢谢，我很聪明，谢谢你夸奖我。哎呦，美的美的美的，这动作有点，是的，很不错很不错。我要录一个，
下，我把我的这个裤子本来我也想买的。帅哥，你已经适应我们了吗？我在尽量适应。尽量啊。你昨天才见到拽哥你就爱上他了，别动别动，你越动越小，真的是真的是，他真的好多爱哦，是不是每个都爱，每个都爱，每个都喜欢，每个都有共同啊。我想要一个，快点 shopping shopping， 这是放这个多少钱？啊，这太好看了，我的这个多少钱？这个是挂哪里的呀？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，还是买个大的。拉姑，昨天和在我们在广播室正后面的山上。哦呦，哦呦，哦呦，我们的摄像男团，我们的摄像男团，你们小心一点，男团。你们摔到了，没有人拍我们了。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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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张雨绮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别走。过来，这正好，拍照拍照，来。还要毕业，这种时候就不要毕业了。只要你，你给我站稳了再唱歌。我就是晃着唱，前前后后晃来晃去。哎呀哈嘿哎呀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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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这个就是那个草猪猪，就可以种出这个来。不可以，拿回去拿针穿成项链。哦，就是那个草的叫草猪猪。爱情能够伴只会更伟大。这各种扭呗。你挡着我了。你洗。我的 vlog 素材太棒了。今天早上如果那个摄像机真的有拍到我的话，我会很开心。因为我看看自己到底怎么摔的，我也不清楚，我也没醒，我也不清楚我是怎么摔的，看到我是怎么长你的。不是，我不知道我是踩到哪个地方这样摔下去的。因为他有两个台阶，我以为是有个床而已。对，我也特别想看我到底是怎么起来找你。你看，让我试一下。他直接，我摔破了一根脚皮吧。我直接是被你给震醒的，你知道吗？郁可唯也听到了。我说你早上有没有听到咚一声？他说有啊，怎么了？我还在找你们在上面干嘛？哎，干杯。
庆祝我们的幸福。我这个没碗，为什么你是还是你？为什么我是我就不行啊？可能你不够爱我。这跟爱没关系。有的。不，你都没有密码，随便看呗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不吗？Secret. 你还有什么 secret？ 哇，在你这我没有 secret， 我是一个这么没有没有数据漫游要打开吧？你打开了吗？李斯丹妮，我怎么叫一下？哇，李斯丹妮，你好红啊！李斯丹妮，给我签个名，签个名！你真的可以去他妈之后，我给你弄你，我给你弄你。给我签个名吧，谢谢你吃一点点，好好吃。这个是火龙果干，我来吃，很好吃。哎，你很自然的把我的墨镜戴出来了，就是一不小心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把它戴出来了。你觉得跟我这一身很配？你要哪种的？慢慢走。慢慢走。你慢慢走，走那么快，只能怼到脸拍。这是不是所谓的炸鸡？是的。这好配我。哎呦，哎呦，可以的，八的八的八的。你看我的颜色对不对？对呀。好不好看？是不是？可以的。他买单，老板。我的手机没信号，不好意思。他买单。我买单。手机没信号。你不要每次用这个理由。是真的。他们说不用了。真的是你送我们的吗？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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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李斯丹妮，你刚刚上手抓我的嘴，你把我的口红全部擦得稀里巴拉的。我就是太配你了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西双版纳。孔雀，你现在拿孔雀了？那你拿孔雀。好，我拿孔雀。制作多情没有？你拿这个，不适合你。好了，哎，我们等一下，单位老板真的。啊，那我不要这个裤子。哈哈。这是，哎，那怎么办？哦，没。这个太适合李斯了。你说你要哪个款？哪个颜色？你要哪个颜色？你说吧。黑色不要吗？我不要黑色。啊，80啊吗？有微信吗？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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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快看你的尺码，我们脚丫子我把不准。哇，李斯这个太适合你了，黑色比较好看吧？黑色啊，黑色多搭呀。哇，这个真的很适合我爸哎，我穿一下。你今天你不就是我爸吗？你从大姨升级成我爸了。43，你不是穿40码的吗？太大了！你不是穿40码的吗？41，差不多41。谢谢雨琦姐姐，最新爆款，我跟你说，即将成为。哎，你要机场不穿一次，你机场要不穿一次，你真的对不起你的雨琦姐姐。好，我明天。你们两个，哎，我就要穿。你们两个就应该互穿对方买的拖鞋，好不好？你穿这双，我穿那双，好不好？我在机场的造型可不允许这。我，你是口水还是？哎，什么感受？什么感受？什么感受？幼稚吗？幼稚没？别来了，等一下，我要给你道歉。不是，我是那个吸管，我是那个吸管。你不要说那么多。人家雨琦姐为什么就没有？啊？人家红心吗？是不是？还是因为在来到这里，大家都变美。又像我大姨，又像我爸，融合了。姐夸我长好看了，妈，这谁都长得很好看，开心吗？五十只鸟，特别安静的，就这样。
好像假的一样。这都有点学鸟哎。哎哎哎哎，看，就是他们，就是他们，昨天你家排毒在哪？哦，哇！快拍，快拍，快拍！哦哦，啊！太牛了！看见没有？那什么鸟啊？像白鹭。好脏哦！它这里好原生态啊，是不是？没有骗我，我便宜你们干毛线？你们两个，哎，我们怎么像一家子去游那个野生动物园的感觉？我感觉我们几个人哎，是的。家三口，我就是那个宝宝，你就是那个大头儿子，对，你就是那个渣渣。啊！一个龙师。哇，我今天好像那个玛丽哦，你知道吗？好像。我今天那个怎么那么像那个玛丽啊？那马冬梅。是的。哎，大人什么梅？马冬梅。马什么冬？马冬什么？马冬。马什么冬？马。我觉得那个看起来就像那个仙人掌。就是仙人掌。哎呦，这是假的。你知道吗？怪渣的。要是哪个男的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求婚，他死定了。你想的好远啊。他们昨天都说好浪漫，我说好恶心哦。哎哎，什么假的？你来说是个假的浪漫，我不要假的绿巨人，我不要这些鬼东西。哇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上面是掉了个什么东西啊？什么灯光啊？他用了大卡车把灯光吊起来了。这大吊车，谢谢你啊。我今天观众好可怜啊、哦。都是湿吧唧的，不可怜不可怜，有板凳。哇，雨中安琪儿。哇哇。好好看啊、哦！我是雨中的布谷，你看后头哪里有彩虹？哇！哇！这是 vlog 的内容吗？是的。你要有要不要来一点输出？输出一点内容吧。搞一点怪嘛。来来来，来燕燕姐再输出。哎，有没有配到墨镜的？啊，没有。这是一朵莲花。然后我今天早上问了他，他说这个莲花一次可以拍，一次可以泡三次。你可以拍那个整体这样从这里飞的，没问题。我是一个很厉害的，来，我这样，你手机转一下。第一也要，第一也要，特别漂亮。从这里绕过去，叮叮叮叮叮，扣扣。我们两个这个。高难度，可以。烧出来了，爸爸，你今天往上跑了。哎呀，大事啊！爸爸，你今天开心吗？爸爸今天不开心。